林隆松，台语叫做林隆松。所以今日希望我讲了，大家听了有爽。啊，你若是还搁咧食，你注意食。哦，人讲食饭配话，啊，你就好好听就好啊。伫现场，今仔日我讲的，今日讲的题目是台湾会馆。海就是海外台湾人的厝。现场除了大陆产品台湾会馆，差不多所有的除了讲上市新红，即马拢伫台湾去拍名以外，差不多阮历届所有台湾会馆的董事长，拢伫现场，我无一一来说多谢。台湾最重要的节目，唔呐安尼尔，阁有两位是按三 D 迄个，嘛是台湾中心的前董事长，嘛伫现场，王博士，啊个顾聪明博士，啊对。我今仔日我较将官哦，足侪是同我的先辈，我来向大家报告，向海内外台湾人。来报告台湾会馆是伫做啥物代志，特别是阮大陆三金，啊，泡粉要话啥物？有啊，哎，这个是我今日这个，啊，我开头那无用。这就是我甲大陆生意台湾会馆二三六当前迄阵创立，两个阮社区大陆生意社区上较重要的两个人物，关系的刘林的王贵人，对吗？已经离开啊啦，谢谢，大家伊家己说多谢，那无伊嘛无台湾会馆，啊，到即马的主政。像八十几位啊，哦，即嘛嘛拢伫台湾，都有因两个，才有今仔日大陆三期的台湾会馆。台湾会馆，全美国有几个，拢总有，你也敢讲六个，还敢讲七个？阮大陆三期算老四，阮比第一个纽约拢总慢十一档才成立。所以讲起来，洛杉矶阮人多，但是毋是足早就成立。但是阮成立以后，上北加州嘛是因为阮成立，因感觉讲输人无输阵，伊才长大。每一个会馆拢有伊的特色，像纽约，伊讲阮就是天下第一馆，就是洛杉矶在讲，吼，在讲，咱就来尊重就好啊。其中這所有的所在，攏是少，就是買一個已經有的流行，啊，會當來改才來改。所以像紐約，伊迄個流行本來是啥物事，你知無？我都無讲予你，啊，無我都用問的，我用講較緊。伊本來是一間 nightclub， 所以伊的收入就是靠。就是有一个足大个跳舞个所在，因租房跳舞来办活动来收钱，事实啊，因着搁伫遮找一个所在做屋去做啥，安尼勉强来做用。阮洛杉矶本来是一个拍 rocketball， 拍啥物弹地球个一个，所以阮个房间拢是20×40，拢总有八间，其中三间。跳开来做一个大厅，这内底上界有实力的，倒一个会馆 ，no， 三 D 个会馆，三 D 个会馆有三 D 个五，不是山地阿哥，三，不是山地的哥，三 D 阿五，山地的哥，上好个，另一个是百货客。真侪台湾人真好趁钱，但是趁钱不是重要，
全美国的台湾人好起来，规四山，但是因有一堆人捐足侪钱，所以因伫2009年的时阵买搬厝，即嘛搬在因搬尔，买一个真大的 building， 你才开偌侪钱？等下你才问黄克雄，还是这杜鲁金，规个叫因地主现在为毛了？但是这个物件本来嘛是一个规划。了，我先来讲，啊有六个，有七个，本来第七个是周家亮，是丫头会馆，但是成立以外，即马一直2004年，甲即已经无咧压力，无咧，因为伊个 building 无关哦，即个 foundation， 所以即马因伫啊无想办活动，但是现场个周家亮，伊即马要补一个另外叫做。2019叫做华盛顿 Washington State 的台湾政府，以我们成功。台湾会馆，即摆就开始讲阮洛杉矶啊吼。阮洛杉矶台湾会馆成立的时阵，伊准备成立一个 logo， 大部分的 logo 拢是一个台湾，啊，你啊音乐就一个音乐，吼，啊，拢安尼，吼，拢用台湾，但是我看。就是顶悬这个，就是纽约成立的会馆。我讲这个会馆真正袂歹，迄间厝看了敢若一台。所以我就把迄阵的董事长，大董事长，也是医生哦。我讲我会当借恁的物件，伊讲会使。我有伊 authorize， 但是我要甲你改一下，因为我讲恁的手无够温暖，所以我加一个手。迄两两支手，也变作较 warm 的 orange color， 即马改了。古早我是戴头的，即马是戴头，因为因咧纽约的会馆嘛是用阮的啊啦，哦，所以这已经唔是全部因的，即马把伊用阮的，因为阮有戴改过。会馆内底，阮的会馆的大门，然后用拜托你来遐看一下吼，来台湾指导一下。阮这个会馆，王桂英进入台湾先。一大门就是讲，我这个门要来修改，伊拢要开美金40,000做这个门，这有先台无？有台资无？就是安尼，王贵人都有心。啊，这个来讲到我即摆成立会馆成立1998年，家己拢总46栋。成立的时阵，迄阵洛杉矶已经是全美国台湾人上侪所在，但是人也侪。十岁高卡村意见拢足济，成立的时阵袂当讲无问题，但是到尾啊，社区两个大脑两个态度出来合作的时阵，这嘛是因两个人一世人上尾啊一边的合作。哦，啊，因个故事若要听，则问阮个朋友讲故事，你听内底故事足济，即嘛今拢讲好听，无要讲歹听。成立。一鼓作气，作者上好，迄、那个华府的会馆，安尼要安尼准备，拢准备6-7栋。我迄阵要募100万，要募100万，拢100万才有法度开始方选。我无爱借钱，我100万开始募款4个月，4个月开始讲要做，啊，过1个月以后开始募款。3个月就 open house 啊，就开成立大会。你看，这是迄阵两个大佬，我这个宾，我永远拢会记住。过两天，第一个来宾就是台北市的市长陈水扁。迄阵开始选了，我无啥记住，但是过两天就来会馆做我的贵宾。杜秋平就是迄阵第一届成立，迄阵就是。要做董事足简单，你去募20,000元，你就做董事。所以因为要募100万，第一届董事有50万，哦，啊，当然是有的是挂名，不要迄个名，无要紧，我要爱钱，我要名我哩。会馆是有史以来伫洛杉矶的造势大会，食饭上侪人的。迄阵是全洛杉矶上大的旅馆 ，Westin Moraventure， 伊阿办，迄个所在
山会当得150吨，安尼大无？150吨客满连到遐底下落去，边啊，迄个村的房间阁泡开，拢总惨败啦，1700人破纪录，破洛杉矶有史以来纪录。来，你看啊，你这是咧讲啥物话？咱看无到，啊一挂新牌啊侪。我大洛杉矶会馆甲别个会馆无相像，做无相像，无相像伫倒位，西边一间庙。别个会馆伊猜的神几神啊尔，我会馆猜的神有够侪神。我讲互你听，全美国所有要治会馆无人嘛是一个所在尔，需要社团个人去办活动嘛。伫其他的台湾会馆拢向你办，中央会第一个，妇女会。商会，啊，搁画板，拢有做台湾艺术的底下，甚至啊，搁中辈会吼，因为安尼第一代愈来愈老啊，即马上大社团就是老人会，吼、哦，阿里遮个，啊，即我都就是熟悉的遐个。纽约会馆上大的会叫做老人会，哇、哦，啊，即就是后边要安怎，就比较想家己想办法。但是阮大陆只台湾会馆。天地人杰，足济人诶！阮内底有所有专业诶，所有文艺诶，拢伫内底。来，创会时阵，创会1998，拢总有49个，所以挂台制的社团。诶、欸，这個、社团拢有根据哦，这是网络统计哦，真正有这个会成立。甲即卖有几个？即卖？你若明仔载来参观阮的会馆，有79挂台字的，你若写华字的，敬谢不明；你若挂中的，佫较唔免讲，记啦，哦，无台湾。所以伫阮遐，即、這个牌仔内底有台字的，拢总有79个，全洛杉矶全部台字的社团拢伫内底啊。上尾啊加一个就是。画那个托尼作为，因为迄阵个真关会，迄是台资上尾仔一个加入台湾的台湾会馆、所有会馆做个代志拢差不多，对服务乡亲。你看，囡仔个代志，啊，伫传统组演讲、运动、拍乒乓，哦，即、這个太极拳、甲现代个迄落手机个教学，阮搁一个。图书馆，图书馆，有人讲，哎、欸，图书馆唔是要让讲恁家即摆咧搬厝、清物件，恁家高中的教科书拢沙沙来袂管，无爱看，无爱改袂了，好唔？即摆大家的会馆拢厝里面清袂了，起来会馆做好心的问题，但是吼，我会馆无遐代志，我要收啥物件？我为了第二代，我才要收用英语写，甲台湾有关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。阮收即种，所以你看，阮的美国人写，还台语人写的册，所以阮尽量收一些，差不多拢收上个所在嘛。啊，阮的会馆有遮个团的，我惊死人无。有龙舟队、8000台湾会馆哦，吼、哦，有合唱团哦，吼、哦，有篮球队哦，你看大家拢都卡喺度，有篮球队啊，怎么？是吗？我们的龙舟队，拢在你家哦，这拢关你龙舟队哦，对啦，台语小将张宇啊，我阿舅妈，舅妈可能体力较歹啦吼，舅妈无去唱歌，我拢小我会啊，伊无有写咧，你搁来录一下，这个拢比办咧，真正龙舟节的比赛，他们比赛啊，好。啊，无，阮的会馆是到底是含了，都是较无相像的。哦，除了讲足济，参加迄79个社团，参加会馆有啥物路用？就是我提供，你社团拢无所在啊，你要开理事会，你都爱做个会长，都爱去找嘉宾听。啊，无都爱去因家，啊去因家大人某妹，哎，就爱搁穿红遮，啊搁穿厝内，足麻烦的。即下唔免，
会馆这个所在作祟的，你要办活动，你要开理事会，你要记者接头的，你拢欢迎来会馆。会馆一个提供一个足好的所在，所以嘛真爱来办活动。哦，啊，我即马鼓励社团来会馆办活动，但是这四段，那社团会当办呢？我无会馆无会向社团抽空，尽量予你用阮提供所在。但是社团你也感觉有较大，你较做袂到的，需要各社团协调的，阮会馆就站出来。这是阮四个比较较重要，但是我简单甲你报告一下，甲你请教。228这个纪念会，古早是拢社团去办，中八会捌办228，我了有一个林俊荣，伊是社员家属。伊也捌办，到尾啊，王木德即全国大代表，伊个台美文化协会嘛拢一直办，到尾啊，就是都停伊啊，都无啊。但是即全台湾唯一一个固定的假日、国定假日，甲台湾有关系，就是三七个，即个节日啊，对不对？即嘛未使算节日啦，就是讲安尼，就是即个固定的纪念日。因为这真正伫台湾发生的，其他你遐什么双十节迄种，迄种伫迄边的代志，所以未使无办。所以今仔日嘛请迄个执行长来遮演讲，表示讲阮做 serious。所以会馆，你看伫现场每一档拢有办一办的纪念律师会，阮会馆会当讲是全美国，我敢讲。收集228的这些资料上界全的所在，不是讲阮啦，是阮去了台湾讨的，所以爱多谢迄个南执行长，伊228基金会，爱一个对位，哦，我你那三层也算袂真钱的，拄好因有一个真好的展览，两档时间到啊。迄个策展人叫做黄慧君，伊对二八研究有较好，伊古早就是市民革命作手。啊，我70周年，280周年，我已经阁回国做董事长，我感觉讲我要来台湾找看有资料无，拄啊找到伊，我去参观伊个228迄个南港路迄个展览，伊答我讲，我讲哇，这足赞个，伊讲你有要爱无？王祥啊，接着，伊讲，伊叫我爱搬，爱搬走，因为两单电缆了，啊，搁延啊，搁延电缆嘛，啊，这个也换新的嘛，伊讲你都要提走，今日等留伫遮，黄伟军，今日等留伫遮，伊了出一个情绪用的，伊讲无多，我哩物件伊收袂济，我同伊讲，啊无今日等好换，我怎规条都蛮出来，是。有够展览，希望你明仔载去参观台湾会馆的时阵，去台湾看，唯一海外有228纪念馆的，就是阮大洛杉矶台湾会馆。迄阵我70档，我迄阵要找70个社团来合办，迄阵嘛无入会馆办，馆主啊找一个。国家的洛桥中心伫遐办，因为迄个所在较大，阮知咱订250个，伊遐会当订600个，阮就伫遐办。阮找着，到尾啊，毋是找着70个社团合办啊，阮找着76个社团合办。有一个甚至较外国民党的人，嘛较中立的台湾中央的人个，伊嘛参加，伊嘛出钱。我是尽量讲，大家这代志，大家都爱思考。所以你看，蒋介石这个就是人家酒店伫遐的纪念日，纪念日。啊，迄张相，我有呾请一挂普通是无啥出来的受难者的家属来参加。啊，这个台语传统酒，这个伫美国主流是算真重要，因为。Bill Clinton 伊宣布5月就是叫做亚太月，即个月那亚洲的移民
希望恁来纪念恁国家，是一个恁的纪念日。所以有一个一礼拜叫做台湾传统酒，我是各地拢有恁帮忙，因为交易会会派团出来表演，啊，阮就伫遐办，哇，真济办活动，哦，啊，内底，阮洛杉矶古早嘛是毋是会馆来主办，或社团主办，但是到尾仔那是总是各地社团较无够力，会馆就加加食。阮历史上办过上大型的十万人，啥物人办的？在座的陈文杰，阮的董事长，办一个台语文化节，伊走去台湾，搭迄个行政院的院长刘俊龙讲，我爱做，我要办一场大场的，啊，伊足够人讨钱，伊讨了就办起来，办了上到十万人。伊嘛破纪录的，迄边办了就无人会当互伊去办遐大场。啊，传统酒有啥物路呢？迄阵就是要来从今仔日先，咱有遮侪国会议员来咱祝贺，迄就是一步一脚印，向主流社会大家介绍。另外，遮个是伫 Open Ceremony， 几个人，几个众议员亲自来参加。我简单讲一下。正手边第三个叫做天佑，天佑是国会唯一伫台湾出世的，伊讲两岁啊三岁来美国，过来刷来咧，目镜老讲，伊是香港人，周立秋对台湾嘛作优先，啊个过来咧，古早上大牌叫做 Elroy， 即摆伊当然即摆伊乱伊无去做，伊做众议院。诶，外交委员会诶，召集人做足侪人，影响上伊话，伊会当来参加这個，啊，这个当然交友会派来遮，啊，你看迄个大家食串饼，食到欢喜到，我讲遐大空，啊，顶关我有三太子，哦，我会馆的三太子，迄阵大家拢无的时阵，嘛是我的前董事长徐新龙去新营太子宫。找三太子来，即摆全美国拢去参三太子啊，对不对？嘛是阮会馆抓到是，啊，徐新龙即摆拢会带来，哦，啊，迄阵董事长叶团来，对吧？哦，即大家拢知影，唔呐安尼尔，真济社团利用即个机会来做一寡善事，是吧？即个像，就是百威酒台湾人艺术协会、南加酒分会来加即个 CP 啊。新退复苏，大家拢啊有诶是合唱团，啊有诶是就是办台湾之歌，即酒里家吼，即吼，即拢都逐单都有办，摄影文化拢有咧做吼，大家逐即个节目介绍主流社会，哦，啊即今日头啊，小我讲，即当开始嘛是足困难诶啦，美国每十单都爱开始，伊就拢。假放无你听，伊要问讲，全美国即卖是倒一个少数民族，倒一个族，白人、黑人，还是啥物族？你的人口偌济？伊叫做分配伊政府的资源。大家感觉讲即先生，即个是先生，迄个十单一个，假话大家人嘛听。大家讲即代理人要安怎来宣传，要安怎泡沫即个代志？上好的，找一个受泡的。这也袂当去游泳啊，对不对？也袂当去呛声，你用苏炮。所以第一遍，苏志林一班第一单，而且代理小姐，雪霸就是这个目的，有看到无？伊的目的就是在宣传些代志。了，选举拢总停九档，九档以后，即嘛每一档，从2009开始搁一直涨来，吼、哦、啊，迄个。完美后，迄个特别开始之后，阮咧当首长，大家拢有足重要的贡献。甲 July 4th 国庆日，大家游行，台北市就出来，互人知影讲，伫即个社区内底，台北人是有伊的代表性，对即个社会有一个贡献。那下骹一张，搁较明显，伫 Huntington Beach， 叫即个台北小姐，伫。行入花车宾馆，这个就是透过今日早演讲的咧。
伊毋若是做台理小姐，伊收到，你看，你讲安尼，伊主流竟然讲soft power，soft power就是伫遮，吼、哦，台湾人就是遮优秀，啊，哦，即搭你看，变主流拢知影吼、哦，好来，即第三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年会，全台湾，阮邀请拢是真正。伫即个台湾已经真有贡献的人，当然迄阵上大就是蔡英文。啊，蔡英文迄阵来的时阵是落选来，啊无嘛袂当来。好在蔡英文落选，才我都来来参加，啊无你走袂出来，你知无？啊，来落选来着。迄阵嘛，阮黄梅芳做董事长请伊来，毋是政治人物尔，吴念真、李彦哲、曾道雄、苏金昌、冲冲冲，甲黄叶衰。文化，阮对这方面音乐，然后接触这个人，台湾意识，阮感觉讲真好，真爽，我就请伊来。今年真歹叫哦，大家都即马政治拢是台湾人，到尾叫着王一川，因为我要募款，伊来花靠钱，我就伊讲要来替我花钱，十一月初二啦，阿来是拜托来一个啊。会馆就是爱用，行来去主流，爱介绍台湾的主流，嘛是爱用安尼乡亲知影，代理人知影安南美国的关系，美国甲台湾的关系上重要倒一个法律啦，就是台湾关系法，台湾关系法，啊未到遮咧。台湾关系法，迄阵办一场，为着要引起主流的注意，阮小林煞三日办活动，邀请皮明明教授，是安怎邀请皮明明教授？皮明明教授就伫美国，伊台湾关系法伫国会听证的时阵是请伊来，伊是第一手的有看到台湾关系法伫设立的过程，特别请伊来演讲，对。阮就爱，就是讲爱做节目。阮前一日伫台湾会馆静坐24小时，也见首页对台湾首页哦，伫遮哦20周年，今晚就提到收演讲的，所以今日咱演讲的时，这是台湾会馆第一遍，嘛会当讲台湾人的活动第一遍。伫主流 ，LA Time 重要无？重要吧？伊报告有提出台湾会馆甲 TRA 的关系。过来，30周年的时阵，迄阵请啥物人来？一个30岁，30请 Steven Yates， 好，一八零号。Steven Yeats 来，啊，都因为智库诶，即研究员，下骹即个35周年，迄阵伫遐演讲一个啥物人，是 Edwards， 国会外交委员会诶主席，啊，佫一寡智库诶人，所以按驻外代表 Tico 诶主席嘛唔敢无来，伊嘛来参加。当然，你做代理人，你都要加入做按这个主流，你才有法度来泡沫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工业做了上好，就是杜清因的三爷哦，因甲主流较接近，所以因伫有主流的奖就几啊遍嘛，吼、哦。因为伊含 UCLA， 伊有一寡大咖，捐500万、700万、800万，互 UCLA 成立一个基金。好、哦，有哦，好、哦，啊，歹势，诶，歹势 ，UCSD 吼、哦，因为迄间号我无读过，我较无熟吼。所以，伫主流诶，真正 UCSD 就含台湾会馆上合作，恁主流诶做了足成功，这是阮爱二年诶所在。会馆要二年出足侪，叫我们八加九来，恁八加九做啥上好？台湾学校上好。你的台湾好的囡仔，会当一百几个，
阮的会馆要找二十个学生，找到五个，找无是安怎？阮遐中文好生过侪，吼、哦，竞争足大，很困难。我哩做白将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嘛我有强项。了，你看，主流的 South LA River， 阮就动员一寡吼，班级会只吼，或者 TUF 拢，即拢在座伫即社区拢方面拢足侪啦，历史拢会来你留名，是惊你无做名，所以等于就压袂做，等于还是看变哪做。国庆游行，即个迄阵第一场三太子，佫叫台湾集团原住民的，伫孟春塔，我哩只孟春叫做小台北游行，吼，即场水就冠军倒来啊啦，吼、哦，伊都毋捌看过，嘿，后三太子，啊后原住民的吼，来，啊佫我做当时片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台湾像头个你无讲，当时你讲的台湾。对美国来讲，不是一个国家嘛。要向其他国家政府变啊开始念，我是讲用音乐，大家有共识的时候来办上好，所以我就办一个亚洲合唱节。所以请用音乐叫大家来，不是叫那团来尔，我是说招因在地大使馆的人来参加。因为恁国家的人伫遐合唱来表演，你遐来表演啊，所以迄阵你看，伫岛上表示日本的、菲律宾的，啊个台湾的，啊嘛捌阿美尼亚，哦，作为个亚洲的国家，我感觉讲要拍入去主流的社会，你向白人可能比他们习惯较袂合，但是大陆人的看袂了啥。三 D 哦，有人讲李景文，我袂记啊了，歹势。李景文伫底啊？哦，即、這个我捌，即个我伫那时袂啥物熟悉啊。啊，你都拢去食饭，我也无看到你啦，歹势。总有三个，三个，我即十四个我再来开一个，无要紧。哦，我再记我二十片够水，你看遮人斗嘛，你会知影。伊烟头伊摸足水啊，所以囝生了够水个。我才记你这尔个，所以这就是主流的哦，参加主流用音乐，结果伊呢大赛馆呢，拢有派人来呢。哦，啊，这嘛足辛苦个，嘛办三届，嘛是拢无个。伊讲我后边有人要办啦吼，也是讲办个会馆去办，即个 ID 互恁用，哦，即无版权个吼。哦，来，这嘛讲较精彩。阮加拿大美国总统呛声，安怎呛声？两千年阿扁也独选第一遍总统问题，迄阵台湾毋是一个对美国来讲，伊讲台湾甲美国无邦交，美国甲台湾的总统来洛杉矶是过境尔，袂使有公开活动。但是当然作一国会议员。嘛要向台湾的总统靠民主素养的，台湾是一个含满烧香、理想原则的人，国会议员要来拜访，迄啰，毋是讲是总统尔啦，到尾啊，李秀莲啦、烧香安尼啦，伊无法度公开坐 elevator 就起来拜访总统，伊坐啥物的？等啥物 elevator 你知无？坐迄啰。kitchen， 坐你在乎的 kitchen， 安尼暗暗砍砍，安尼偷偷摸摸坐迄个厨房的 elevator 起来，才能见到总统。伊惊讲去用讲，用掠着，我都叫你公开袂使含台湾的元首。我讲这是足过分的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这民选的有民意的咧，嘿，这不是中共咧。我呢，迄个美国的这个 Federal Building。其他是为 shame of Clinton 对中国是作优先的，对台湾是作个我们就比较抗议。迄阵嘛有国会议员，这是应该是 Colorado 的议员，嘛来现场，来，我小抄上来看一下，伊叫做 Bob Sheffer， 今麦有查甫在做，
妈感觉讲，恁做安是对，美国总统安尼唔对。哦，过来一个更加大诶诶消息，这个消息是发生伫五礼拜做当选的时阵，1999发生啥物代志？921大地震，对不对？全世界拢来关心台湾，美国的红十字会，这大美国拢会主流电视拢会报，伊去接受 Good Morning America 访问，迄个红十字会的会议叫做 Healy， 主持人问讲，人要帮忙台湾，敢是都要经过中国？因为台币无帮到，要哪帮忙台湾？去伊个红十字会会长讲，对，要任何帮忙台湾的代志，拢爱经过中国才转到台湾。啊，你唔着做拍子打鼓，伊都食了了就无去啊，哪有可能？所以台币人挡袂掉，是为抗议。张天进有伫遮无？哦，我离开啊。台美小姐的爸爸就是阿春哩，伊也五日袂当出去用金钱。社会用历史的新闻，把红十字会会长抗议，要叫伊道歉，叫伊落台。到尾啊，伫洛杉矶办记者招待会 ，L A 探真重要，甲记者迄伫迄个记者写，写安怎？红十字会的头人 ，bust， 叫声音，叫呛声。讲啥啦？即个人道物件，你著知影，我中国就是中国对台湾无友善啊，啥啦爱进步呀？你叫伊道歉，你叫伊落台，到尾啊，伊公然宣布讲后边要帮忙台湾，拢唔免经过中国。所以你无拍拼就无成果啦。即若无会官腔做法，你这个扛棒爱有够大，爱有够力，社团啊有够侪，哪里出声？你若才几个人讲，伊哪去听你？哦，这拢是 L Time， 这是小报纸呢。L Time 是这多大？好啦，哦，为着台湾的尊严，拍死无提来讲两个故事。第一个，哦，差不多，大家拢当抗议过啊，吼。啊，这个木桶，我咧真当一对木桶上熟悉伫伊个经营啊。L.A. Times， 无 L.A. City， 伊个市长去亚洲访问，要去访问，伊唔知受了啥物压力，伊将所有 L.A. 有关的全世界，哦 ，L.A. 的知名就是足济哦，台北其中一个，伊将台湾、台北姐妹市，下骹加一个请。一只枪，木桶就挡袂了。啊，那个叫姊妹市，就是讲美国个姊妹市，倒一个有负责任嘛，一个按一个台湾一个美国个姊妹市，叫伊个迄个美国啊，做啥物？做用报纸，我足侪人来啊，抗议。迄阵市长伫国外。呛声，到尾啊，市长阿去敲电话，同人讲，这个路标就是日中这张相，就是这个字头的方向，就是讲台北就是伫这边吼，伫美国的这边，啊，这个玻璃的这边，这个指向就是讲，这个所在有一安尼姐妹市底下，啊，拢总距离往比较往台北。6700几万，伊拄啊！我甲这消息做到足大，表示我哩不管，市长压袂转来，下令，规个标示拢换掉，将国家拢换掉，剩两个物件，第一个，这个城市，甲离遐个外面安尼，安若无出声，这个牌啊，伫市中心还阁写台北请。你用安尼陪管做代志啊？哦，
对啦，三八宝啊，三都不完了。过来这边，是吗？转洛杉矶，若有赚到钱，拢伫这个城市买厝，叫做多吧？我们当地那底下的我来住，起足济，因为这个城市相当的水。了，好，搁这个故事。俄巴马是姐妹市，伊个姐妹市的代表团去中国访问，含中国，哦，中国做个开条件啦，你要访问来，条件写嘞，好，写一个 memo 出来。你要来中国访问，伊阁是含伊个徐汇区的一个区尔，做姐妹市。伊讲，签的俄巴马签了以后。重要的人物未使参加甲台湾有关系，像讲安尼文化节、传统节拢未使参加。伫迄个桌面顶端未使有台湾的标志。吼、哦，即台湾人就挡袂住来，哦，大家就开始有言呛声，要求办迄个哩。你看，所有的市员，即个市长是市员内底推选出来，吼、哦。电管遐所有的市员，其中有市长，伫遐，大家都电啊！你看，看偌济人去，到尾啊，公共的议员讲了，这个随发表声明，讲迄个含义写迄个 memo 全部取消，所以这就是违反你台湾的主权主张，阿爸就你都爱听出来啊！来啊，过来！啊，不是国外尔，不是美国尔，台湾的嘛有呛声就对啊。这个大家记住无？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，伊的教育会的委员长叫做什么人？叫做吴英义，是一个医生，台湾来台大。哦，这种的对医生拢支持。民进党较济，啊，一个另外异类，一支马英九，一招起来，伊要表示面对政府的支持，要让马英九欢喜。你知影侨委会捌改名过无？捌改名？好，这唔免问啊，因为我有准备努力，我故意讲讲个较紧。本来是侨委会无事的是 oversee Chinese。扛一点费，所以第二就是 C 是 China， 丢务必伊讲，你这个 Chinese 会 confuse， 俺找了一个名较重要的，所以伊改一个名叫做 Patrick， 就是海外的人的对吧？外国。嘿，就是啊，迄、那个伊是啥物？我英语都拜拜啦。嘿，伊是啥物意思啦 ？Compassion， 海外的台湾不海外的人，就侨胞啦，赶紧等个寄侨胞放在，就是丈夫咪讲，伊将迄个名人改掉，改一个，前面这个提到的咪，我海外都去冻袂掉啊，我找一个中性的给你，台湾即马就是。族群的对立，任何造成族群的对立都是罪人。我对董建设诉求，大家要融合啊！你搁前面搁插出来，我就话先我就讲，这你妈坐袂久啊！果不然，几个月就落台啊，落台就永远消失，拢唔知走去倒位啊！这个人唔知伫倒位，我想伊啊无面子人看吼，都唔敢出来。来，还佫一个。这个是我的落桥中心哦，我家上大的落桥中心。本来扛棒线叫做啥 ？Chinese Culture Center，Chinese Culture Center。当然这是不是会馆发动的，一挂乡亲来发动的。第这个头前讲，这是不是 Chinese Culture Center， 这样台湾的，也听足久的哦，是足久的。但是内底人拢无对立，嘛介有风度，免人讲，
即常常讲招人紧，伊嘛是招你紧，吼、哦。即我听较足清楚，即个有参考着，所以我知影。教育界无改，请你去强调。你即马去洛桥中心看嘛，伊叫做 Cultural Center， 请你唔敢。你若无清楚，敢有安尼？就是叫代志，安怎安怎做？哦，啊，即个更加严重啊！台湾的安全，中国的反国家分裂化什么时候成立？什么时候下？2005年，台湾嘛，不管多大嘛，吼，因为这个伊用这个，你都差不多安遮的人，你去拢有念了，你只拢合乎这个标准就念，哦，这边哦，你讲是啊。所以因你开始自这個、发布的时阵，会发就冻袂着啦，会关招所有社团，还袂出来，我讲叫中国什么路嘛，什么。就是讲，我凊彩就是讲热嘛，就唔忙个不啊，哎，这北京你我袂样，你就是爱忙个先立这个法律啦，法律忙个法律，还袂开始，伊就我就讲啊，伊嘛是，啊，我就示威啊，示威啊，迄阵伫倒位，伫大赛馆的头前哦，伊大赛馆门关起来，边啊拢 video， 所以人即卖拢叫我，我只下，我就搁做总指挥，哦，人即卖讲叫我唔去中国，一定要掠伊，因为我就迄种记录，规拢 video， 了，通过以后，我走去市政府，哦，这是 LA 市政府去头前个事，搁办行动剧，你看，不敢遮大。嘛是 L A 看主流的报纸拢把你过，啊唔难安尼了。SARS， 中国安康 SARS， 即个我嘛要伫中国大使馆的头前，及时静坐守夜。有人在讲时间这边过了，说，啊都偌久啊？有人讲叫我较紧的，卖去操蛋好难。他过遐拢作电的，外观不是拢用咧做迄落电的。台湾嘛足有爱心，台湾伫天灾人祸有发生过，拢都甲种有杂无的，包括前无偌久的花莲地震，外观拢有发起募款，伫即20几点内底捐偌济钱出去，捐160万的美金。不是代表，你算袂到的。就是要关怀的代志，引导的代志，嘛是爱做。啊，这个就是 SARS， 2003年，迄阵在木桐做当处长的时阵，你看伊的兄弟啊，吼，若无做当处长的，拢无伫内底嘛，伊做当处长的兄弟啊，上口罩，啊，边仔一个拢艺术会吼，艺术协会啦，好，下骹这个。是日本东北311大地震，回馆嘛，关注这事，搁上慰问信，吼、哦、啊，去伊个大使馆来致悼，伊办一个追悼会，我嘛派人去参加，吼、哦、啊，伊个追悼会所有宗教拢有体验嘛，什么日本道，什么道教、基督教拢有，哈，唔是美国。甲台湾咧，东南亚迄边，东南亚在2004年地震海啸无，有无？嘛是足侪人，迄阵嘛关怀。来，过来下骹这边，高雄区的气爆，我嘛关心，后来就是王武今仔日无来，可能伊去过医生，即马还搁咧趁钱吼，可能趁钱要关怀关怀，我给你，嘿。啊！伊伊也接受迄个台湾上级超委会上级的辩论，吼、哦。好嘞，安尼我差不多就要了，安怎安怎准时。来，何去何从？我想唔是在洛杉矶尔，全美国6大会馆拢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但问题在上面，我这个 building 你要在哪里看？
无落雨无问题，落雨外口大雨内底小雨，所以会馆内底塑胶桶也特别多。你若落雨，就要开始受难。伊亲自就讲啊，来哦，开始来渗水哦，安尼。所以迄厝里啊，已经修理到袂当去修理啊。当然，加愈铺愈高，当然讲愈铺愈济愈重，一直拉落去拉落去，迄厝咯，迄厝了拢袂用着，一直爱起啊。阿弟阿妈，敢有我都起啊？第二个，第一代，安家拢第一代，安足足强的五国情节，啊，慢慢拢一个。当然，伊拢大个话较久个，但是这就是人生，就是安尼，拢会拄着，一直第一代一直减少啊。第三个，成立的时阵是国民党执政。即摆拢全部政党问题，从我刚讲的，剩下两个时代等等啊，好来，会馆办那个角色，对台湾无讲必做，但是愈来愈少，无啥物通事，为了台湾代志，就互台湾人单去处理就好。又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有政党问题，有执政党、财阀党，互因去。台湾人这个地位，哦，特别是经过太阳花以外，少年拢站出来。第二点，第一代伫遮成家立业，加减嘛赚到钱。第二代马开始尔，伊敢有法度管会馆一单，会办一上少，十几场费用爱$300,000，伊敢有法度。好来，阁有一个人讲，啊，台湾政党问题啊，这个代志，台湾会馆甲交易会拢互无相亲。啊，都那么，那么交易会做就好啊。啊，你台湾会馆有存在的作用，想想的，有理由在倒位。第一个，台湾人交易会是一个公家的机关，伊的立场，有当时啊，伊想也相像袂当配合，伊想按无一定立场下面完全拢相像，所以需要一个凝聚海外台湾人的所在。LA Times。台湾会馆何其的名叫做什么？海外台湾人上坚强的精神保养，这是 LA 看的。这 LA 是安尼写，就是讲，我已经做到达讲会馆，那听出来就是一个大是大非，为了台湾人这真重要的代志。阿哥来，所以这是第一点，一定嘛爱有一个所在。第二点。俺需要有一个，即是会馆才爱去努力的。甲主流的社会，现在遐侪人传统组也做合唱的，我爱做，就是要含主流的连起来，互人全美国按一个脉络去，伊用主流的社会来了解，来深入俺的成就。伊就想讲即嘛，即嘛一个叫做 Japanese Culture Center 小厂，但是因一单的八折，多会馆十倍，300万。啊，管30万，哦，伊无迄就方向，但即个下加即上着啦。海外台湾人有啥物物件，台湾人做袂到。台湾人有一日有危险的时阵，中国要拍台湾的时阵，啥物人有法度？伫海外出声，就是海外代理人嘛，俺是个选民嘛，我是你的即、這个。国家的百姓嘛，议员，我就来。你若无要支持，我就来游行。哦，就剩一个人游行尔，剩个拢无声，你拢无啊，拢静止了。所以第三点上解决了。我希望台湾会馆的角色也袂当像 Jewish Center 安尼小只，希望这边小只 Jewish Center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，因为人拢等于台湾从军了。哦，啊，我台湾的，我阿台湾甲以色列足相像的啦，所以希望安用救生员来做一个安卡西的，希望有一日，好，剩一个 slide， 传承有吧？有吧？有哦，你看这边的安，这边。办活动的人拢啊少年的，
想完就是 LKK 那种他推我靠朋友，关系话了，我能力也好了，啊体力也较歹，有人目睭歹暗时都无使食，所以拢少年的出来，少年出来，伊做啥？我做会到，伊做会到。顶管的上，伊成立一个叫做奶茶，有没有 ？Milk Tea Alliance。顶管迄个是，唔是安尼个咩？是缅甸。我在这个罗马这个名嘛，因为军事政权集权统治，按看嘛就全部一堆人遐战车，这下骹这是几万几几百个活动，都像托尼吼，花牌真稳定，一般活动，迄不是单单伫教堂内底办，教友团队，伊其拢安排起，该参加有啥物人，有体面。刘华政府的议员，有东土耳其，伊讲东土耳其唔是叫做东土耳其啦，叫做东 East Turkistan。哦，东提掉来咧，无来咧，啊，就是我就头壳板的 East Turkistan， 各有缅甸，当然各有香港、西藏，对吗？名分相像的，后面可能还阁叫 Ukraine 啊，名分相像。哦，大家来，大家爱收听呐，对不对？哦，好来，啊，头我讲出面老板足厉害啊，吼，啊无变啊，啊就去啊，啊去啊，什么人敢去？1700万，什么人有才调？就是安尼天意方面。因为是银行家，伊2017、2018年开始话声讲，去看卖，我想大陆三地人配得起的起来，拢总，本来想讲1200万起起来，啊，佫有41亿的空路，哇，了是就好个回头回转，大家拢要做当主顶嘛，结果考袂来，八折。增加1000万，变2000几万，所以无即款无加1400万无够，啊，所以即马个哩无存欠欠300万，我知影你遮拢特别退休啊，存足侪钱个，难关注。所以26年前，千人参会，百万募款，每年要破到啊，继往开来，千万借款，啊，我希望讲你来办100万。你赚800万，我好你了，你当成后腿。好来，所以，我第一代在困难的时代，英语无啥会通，啊，我爱搁饲过一囝，爱搁做事业，但是我对高考，我足关心来拍拼，我制造了不可能在旁边，因为我做的代志可能第二代唔免搁做，啊是做无啥的代志，但是我今仔要留一个新的会馆。我没有遗憾，我给你一个未流水的、足水的会馆。我希望你第二代继续发挥，多谢大家。